即是话我哋讲下，今日就系想讲咧，即系关于网购嘅嘢，唔会唔网购噶啦，大家都。不过问题系买乜嘢啫嘛？即系其实我自己系都系激动式消费嚟嘅，我系试过有一段时候同一个牌子嘅波鞋，咁喺英国嗰度买。哦。我试过唔系一次过啦，可能一年买四十几对。哇！你咁样讲应该仲要系贵波鞋嚟嘅，即系唔系普通波鞋。唔系佢就系平，因为佢平过香港，佢英国运过嚟啊嘛。咁嗰陣時我就係發覺咧，你尤其是夜晚半夜嗰啲上網買咧，靜靜地。夜晚個人意念一鬆。係啦，個人一鬆下，同埋覺得都冇人知嘅應該，咁就好容易撳下，我自己就好容易撳咗多嘅嘢咯，會撳多。撳咗四廿幾對波鞋。唔係一次過，即係係嗰一年裡面係同一。反而我嘅經驗係咁喎，因為見到佢平咧，跟住唔緊要啦，都咁平啦，再揀啦。係係啊，加加買單會。同埋成日有啲佢啲招三對有七折嗰啲咧。系啊，好冇理由買都對七折嘅，跟住五對就免運費啦，開始。係啊係啊，喂，六對咧就有回贈喎。但我發覺網購係一定要貪免運費嘅，梗係啦，你點都買到免運費為止啊，基本上。F3D 富慧本晴軒仔仔女女730，今晚7:30，Feel TV。